学习新思想，争做新青年。大家好，欢迎来到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一起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我是领学人白岩。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人如潮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向沸腾的人群招手致意。在欢乐的海洋中，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脸上不时闪过一丝忧虑。他来自与我们一江之隔的邻邦朝鲜。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至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危急之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敢不敢迎战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这对仅仅成立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空前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我也不赞成出兵。当时中央多数人是不赞同出兵的，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这时正在大西北商讨研究开发大西北规划的彭德怀也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中央政治局一致得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结论，做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25日拂晓，南朝鲜第10先头部队沿云山至温景公路继续向北进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经钻入了东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的埋伏圈。志愿军从公路两边向敌人发起突袭，以拦头、结尾、斩腰等战术将其全歼。同时，南朝鲜第6师也遭到迎头痛击。正是从这一天开始，长达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
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其中最耳熟能详的上甘岭战役，前后历时43天，堪称世界战争史上最为艰苦和残酷的一场战役。当时联合国军为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势，向志愿军战线中部的上甘岭地区发起强大攻势。在仅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兵力、300余门大炮、170余辆坦克和3000架次飞机，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炸弹，生生的把一座山头的高度削低了2米，山上寸草不留，石头也被炸得粉碎。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英勇顽强，舍生忘死，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被祖国人民由衷地称赞为最可爱的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场立国之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新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好了，今天的团课就上到这里，欢迎下载中国青年报 APP 参与百年党史答题活动，夯实你的学习成果。我们下期再见。
you